跟你讲，我昨天做梦梦到你耶，真的啊？没有没有，印象中一直就是蓝蟹，你那蓝蟹？丢丢妹认证炎亚纶舌头功夫，蓝蟹红了，做梦也是他。哎，炎亚纶，我跟你讲好不好？我梦到我们那一天三十六集在录影，然后我梦到你笑得很夸张，就这样，然后就结束了，真的啦。我那天就有梦到你，是真的。丢丢妹31号直播说被范围极广的我大眼皮竟然也假到了，还不赶紧 Q 一下。那个人物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。炎亚纶，我昨天做梦梦到你耶，真的啊？没有没有，印象中一直就是蓝蟹。你现在要不会蓝蟹，真的只有男生发出来啊。蓝蟹，对啊，蓝蟹有没有？蓝蟹红了，你看我多想你，我连做梦都梦到你，你看多可怕啊！到底蓝蟹的魅力在哪里嘞？没follow到炎亚纶叫卖功夫的明娜桑这边请哦。有没有蓝蟹？蓝蟹，不是 Holy 蟹，也不是 Oh My 蟹，是蓝蟹。You know 蓝蟹，蓝蟹有没有看到？还会讲话，蓝蟹，这全部都是写英文的啦，英文 blue 什么 ？Frozen whole blue swimming crabs。哦，游泳的。冷冻的整只蓝色的游泳的螃蟹，哇！买回家给小朋友吃，他们 Frozen 整首歌都会唱啦，哈，英文也会进步，螃蟹也会吃了，好不好？母的母的，全部都是母的，来，爸爸你喜欢母的吧？母的哦 ，OK 哦，晚上 biang biang 哦，蓝蟹蓝蟹哦，你这舌头功夫很厉害哦。我要听八卦，你自己爆出一个你自己最大的料。我跟凤梨叔叔差不多。19.5啊！你懂你懂，拿起来！你们那个是金针菇哦，懂吗？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你眼神闪烁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你帮我问啊，我怕怕，因为我有听说你脾气不太啊。屁嘞！后面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有啊，他。没有啊，认真的啦。现在没有。现在没有。什么？真的都没有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！阿哥最怕的，他